下人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哎，钟老妹儿呢？来来来了。等等我，我来了。哎呀，哎，钟老妹儿，第一天参加你就迟到了。啊，你说好了7点半集合的，一点组织纪律都没有啊！领导，我下次不敢了，下次不敢了啊！好好好，起来，准备，准备，排好啊！排好，排好，好，出发！跟上啊，跟上！你要是不舒服，就别去上班了。哎呀，今天事儿多，不去不行啊。我刚熬好的粥，要不你吃点再走。算了吧，来不及了，我还是到单位随便吃点吧。走了。时间何必起这么早跟我们上班的人挤呢？咦，谁说我们不赶时间呢？我们可有重要的事情要干呢。老张，劳你保管好战利品啊！行，剩下的人继续战斗啊！走。哎，这样好不好啊？哎呀，怕什么嘛？怕，走，走。哎呀，说叫走就走吧。是买了两盒，你以为你换上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这是我们的促销商品，数量有限，请您谅解啊。这都多大岁数的人了，还占这种小便宜，为老不尊。你骂谁呀？谁爱占小便宜呀？我就骂谁。你不占便宜，那么一大早牙都不刷跑到这儿来排队了。谁没刷牙了？你说谁没刷牙？你刷了牙？你才没刷牙呢！你刷了牙，嘴还那么贫！哎呀，你牙咋不算啥呀？你谁在这净说话？你我说说话，别在这儿倚老卖老！你干什么去了？你爬什么爬什么？你干啥呀？你求求你，别拿手！跟你说，我受不了倚老卖老！别拿手！你太不像话了！我跟你说，你倚老卖老说话，你儿孙不孝！你干什么去了？你爬什么不占便宜？政副主任，您又胃痛了？要不要上医院看一下吧？啊，没事儿，吃点药就行。我帮您倒杯水。哎，有事儿你去忙吧。哎，一会儿区里1点钟有一个临时会议，您别忘了。哎，知道了。吴总啊，感谢您和各位的光临，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这杯酒啊，我敬大家。你们随意，我干了。好了好。来吃菜吃菜，别客气啊，吃菜。
喂，吴总啊，这杯酒我敬你，特别感谢你对我们公司的支持。你随意，我干了。什么？今天真倒霉，鸡蛋没买成，还给人干了一仗。钟婆婆，你儿子来接你来了。你好，来了。哎呀，小春，您看，这又给你添麻烦了。不麻烦，不麻烦，这是我们的分内事情。谢谢，谢谢。哎呦妈，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去挤热闹，万一您伤着了，我们工作都忙，谁照顾你嘛？不要担心，不要担心，这人没事就好啊，好好照顾妈妈。哎、好，没事。好，好，谢谢啊。哎哎，慢走。哎，慢点啊，慢点。妈，你伤到哪儿没啊？没有。妈，每月给你这么多钱，你居然还为了买处理的鸡蛋跟人打架，你叫我怎么说你好？我没有打架，是老梅姐，又是那个老太太，我不是叫你少跟她接触吗？我最不喜欢她咋咋呼呼了。以后没事啊，你就去逛逛公园，别跟人瞎起哄。什么叫瞎起哄？我是看你妈一个人在家不好玩，我带她出去找点乐子。你这不成狗咬吕洞宾了吗？妈，以后再不要跟人去抢便宜货了，多危险啊！嗯，走吧。你们回家吃饭吧。妈给你们做好吃的。哎，喂，哦，主任啊，啊，行行行，行，我马上回来。哎呦妈，我得赶回单位去。正好，你坐我的车，我捎你一段。你也要走啊？妈，我也还有事儿。妈，我们周末回来啊，走吧。回去吧。好，走啊。就没见你妈用过，都一直放到过期。我不是不知道，我妈呀那是节约惯了。上次你们呀从国外给她带的护发套装，她一直放那儿，后来想起来非要送给我，我接过来一看啊，都过期两年了。
老妈。只是缘由。喂，妈，玉华他妈病了，我陪她回去看看。吃饭，别等我们了。哦，亲家母病得严重不严重啊？不知道啊，先正往他家赶呢。妈把老母鸡都炖好了。待会儿你们回来喝汤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你和小慧先吃着吧。哎哎，那你们到底回不回来呀？说不准呐。哎妈，那我先挂了啊。喂，小慧啊。哎，妈。妈都把饭菜做好了，等着你回来吃呢啊。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今天要请一个重要的客户，您就和我哥先吃吧，我这正忙着呢啊，挂了。你们也是啊，老母亲这么大岁数了，把她一个人撂家里，也放得下心啊。幸好物管人员上门收水费，发现了煤气泄漏，这才及时把她送到医院。谢谢你啊，肖主任，今天多亏了你，我妈才捡回一条命。哥，你怎么回事啊？今天不是说好回家的吗？哎呀，玉华他妈高血压犯了。还好还好。你妈妈呢？这人没事就好啊，人没事就好。哦，对了，主任，今天真的太麻烦您了。你看天都这么晚了，要不您先回去休息，这儿有我跟小慧就行了。啊，也好，你们兄妹俩来了以后，我就放心了啊。我送送你。好，不用，把你们妈妈照顾好就行啊。哎，好好的啊。辛苦啊。慢走啊，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妈平时最疼你了，这关键的时候一点都靠不住。哎，你不是也答应了今天要回去的吗？我临时有事，我今天有个重要的饭局，这关系着明年的业务量。你也知道的，我手底下几百号员工跟着我吃饭，难道我跟他们说今天我得回家陪我妈，所以这业务咱不接了。哎呀，我也没怪你的意思。不过啊，最近咱俩都挺忙的，妈年龄是越来越大了，让她一个人在家，这不是个事儿啊。
我不去养老院。妈，那家养老院的环境设备都很好。那再好也没有家里好。妈，你一个人住我们不放心，养老院有专人照顾，生活质量会提高很多。妈，生活质量提高了，您老就会长寿。哎呀，就现在这样，我一个月都难得见你们俩一面，要真住的养老院，我更难见到你们俩了。怎么会嘛，妈，我们会抽时间来看您的。妈，我和我哥各忙各的，怎么可能有时间经常陪在你身边？我没指望你们，我就守着我那个屋，那好歹还是我自己的家嘛。您不去养老院也行，我给您请个保姆。哎呀，我有手有脚，我还找个人伺候我呀。家里住个生人，吃着喝着还要付给人家工钱的嘛。妈，钱不重要，您的身体才重要。怎么不重要啊？钱是你们两个人辛辛苦苦挣来的嘛。那你说怎么办吧？唉，这样吧，妈，您上我那儿跟我一块住。来，妈到了。哎，您慢点啊。玉华，妈来了。哦，妈来了。哟，妈恢复得挺好的嘛。还好还好。妈，我把朗朗的房间给您收拾出来了，这是卫生间，住我们这儿都挺方便的。好好好。我住一段就回去啊。哎呀，妈，您看您这刚来就说回去了。妈，这就是您的家。妈，来看看。哎，好。慢点吃。儿子，香不香啊？香香。来，泡到豆浆里更好吃。还是妈了解我。那当然了。妈，怎么这么大的油烟味儿啊？我刚炸的油条，快趁热吃吧啊！来，妈，我上次不是告诉过你吗？油条属于垃圾食品。我不是在街上买的，是我早上起来炸的，又干净又卫生。他从小就爱吃这个，加点糖啊。你写这么偏高，吃那么甜干嘛？豆浆放甜点好喝，是不是？妈，这吃东西不能光顾着嘴舒服。哎呀，谁嘴都死不了人。妈，我吃。你炸的油条你就将就吃嘛。油条不健康。哎呀，有人给你做就差不多了，你知足。今天晚上你们俩会来吃饭吗？说不准。哎，妈，要不这样，你饿了你就先吃着，别等我们啊。三个人吃饭热闹。哎，知道了。早点回来，听见没有？哎，知道知道。
啊，玉华呀。记得，我妈老毛病又犯了，人不舒服，我下班后直接去我妈家了。好，行行，你赶快过去吧。哎，好的，好。玉德，主任，马上跟我到区里开个会，上面呢下来了几位领导，抽查辖区的工作，咱们呢把那个上个季度的工作情况给他们汇报一下啊。好的。下半年呢我就要退休了，机会你要自己把握好哟。我知道了。各位领导，下面由我代表我们辖区向大家汇报。老年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怎么样做到让每一个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这是我们辖区当前工作的重点。因此，喂，怎么挂了？你看，不好意思，我继续给大家汇报。我们辖区在上个季度对孤寡老人的慰问和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响应了市上对于关爱老人的通知的精神。以后开会呀，大家都把手机关掉。好好好，好好好。我继续汇报。在关注老人生活这一块，我们不光只注重物质方面，老人的精神健康那尤为重要。哎呀哎呀哎呀，你可回来了，我给你打那么多次电话你怎么不接呀？我等着你吃饭，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呢。妈，我吃过了。吃过了。妈，这个吃饭也不是多大个事儿，你不用大张旗鼓的不停的打电话。我的妈耶，我正在开会呢。哎，那玉华怎么没回来呀？看他妈去了。说，我明天就去。
别感冒了。妈，沙发高，你到客厅坐着泡脚，舒服点。你们家客厅是木地板，我怕把水溅上去，把木地板给弄坏了。妈，什么我们家呀？那也是您的家。别动。儿子，你都长白头发了，你看。妈，早就长白头发了。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你跟你妹妹有空的时候，我想回趟老屋。那老屋都破成啥样了？有什么好看的吗？再破，也是你跟你妹妹从小在那出生长大的地方。那时候，你跟你妹妹在院子里弄的是鸡飞狗跳的，好热闹。现在房子又大又好，可这心里啊，总觉得挺空的。妈，您看最近啊，我跟小辉都忙，要不咱们再说吧，啊！我已经到家了，这种事儿我们财务做不了主。我建议啊，你还是去问李总吧，李总答应了，我们怎么都好。行，好，再见，挂了啊。我不知道这个衣服还会掉色。妈，你是把深色和浅色的混在一块洗了？我是把它泡在一个大盆里，一件一件搓的。妈，你怎么？算了，以后你就别洗了。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了？你看，你看。哎呀，这个多大个事儿嘛！妈，妈，没事啊。准备吃晚饭啊。于德，你把粥喝了。哎，知道了。玉华，玉华，嚷什么？嚷什么？哎，我的报销凭证呢？我不知道啊。你，啊妈，哎，妈，你看见我放这儿的报销凭证了吗？哦，是不是那些纸条条、纸坨坨？哎，就是。哎呀，我看你桌子乱七八糟的，我就帮你收拾了一下，我们都给你扔到垃圾箱里了。哎呦，我的个老妈耶！那些可都是我出差的报销凭证啊！您给我扔了，我怎么报销嘛？啊！我妈，算了算了，没事没事了啊。妈，这以后家里打扫卫生、做晚饭什么的，都交给玉华吧。家里什么事儿你都不用干了，您老就享享清福吧。啊！哎，要不？妈，您先去吃早饭。嗯。玉华，你对我妈的态度有问题啊？什么问题啊？我妈做这个你看不惯，那个你也看不惯。我什么时候看不惯了？你就是看不惯了。接你妈到我们这儿来，你不跟我商量一下？我说的时候你没反对啊？我没听见，你就没跟我商量吗？不要顽固讲理啊！
我怎么不讲理了？你说我怎么不讲理？你就是不讲理啊！你的妈是妈，我的妈也是妈，你知道吗？我什么时候说你妈不是我妈了？妈，你不是一个人平时闷得慌吗？没事的话，你就让小爱带着你，下楼去溜溜弯，打打牌。你看别人家老太太怎么过，你也怎么过。让自个儿的生活啊充实些。妈，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就别跟我拗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啊，小爱。哎，慧姨。你呢，好好的把活干好，这没事的话陪奶奶多说说话，就说说你们家乡的事儿。好的。你要是把奶奶哄开心了，慧姨给你涨工资。好，谢谢慧姨。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你忙去吧，忙去吧。哎，慧姨，要不我送你吧。不用了，把奶奶照顾好。那好，那慧姨你慢走啊。妈，我走了啊。哎，你这皮件也挺好看的、啊。儿子送的，俄罗斯买的，700多块钱呢。哎呀，千儿八百的，有什么得意的？看看这个，多少钱呢？这镯子？3000呐、啊。3000，是个零头。30000呐、啊。啊？哦。你儿子真舍得给你花钱呐、啊！你儿子真孝顺。是啊，老姐妹都在这儿呢。曾老妹儿，你儿子媳妇儿不是紧紧一块儿住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这年轻人的生活习惯跟老年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还是住在自己家里舒坦。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现在的年轻人愿意和老年人住的不多了。来，您来，我们想你啊，好的。你们都在这儿呀？我还到处找你们呢。主任，有什么事吗？好事儿，今天啊，咱们社区办了一个关爱老年人健康的活动，就是免费给老年人检查身体。不免费的，还有一个好事儿。这个季度的老年补贴和病残补贴今天开始发放了，你们都可以去领取了。哦，太好了！哎，姐妹们，好，咱们先去检查身体，再领钱呢。啊，走啊，走啊，走啊，赶紧跟我走，走。钱是好事儿。姐，等一下，是这儿吗？哎，小爱。哎，婆婆，干什么去啊？哦，我就把这些给扔了，全部都过期了。这东西又能吃又能用，把它扔了多可惜呀！哎呀，婆婆，婆婆，这可是慧姨专门交代过我的，让我把家里那些过期的东西和你房间那些乱七八糟的都给收拾了。要不你打个电话给慧姨问问她。哎呀，这什么东西到你们手里呀、啊、就扔啊甩呀、啊、哎，我床底下那个啊。哦，你说那个旧盒子啊，扔了。什么？你什么都扔？你，哎呀，你看，快
油啊！伯伯，你这找什么呢？还在呢，婆婆还在呢。是不是这个呀？找到了，找到了！哎呀，我的宝贝，宝贝，什么宝贝？我能看看吗？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了。哎，老人家，祝你们健康长寿啊！来来来，老人家，好好好。哎呦，老人家，来来来来来，健康长寿啊！希望和郑总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小艾，嗯，明天是多少号了？18号啊，怎么了？哎，明天是我妈75岁的生日啊。那怎么办？我都和刘然一家约好了去泡温泉的。推了吧，要不改天再约。不行，都和刘然约了好几次了，每次都是因为你忙。明年咱们儿子要考高中，我们还要找刘然帮忙呢。孩子读书为重。哎呀，儿子想读好学校啊，靠他自己的本事，我是不会去求刘然走后门啊。楠楠啊，你在奥特兰大学还好吗？生活习不习惯？妈，你每次打电话都这几句，换点台词行吗？好好好，钱够不够花？不够的话，妈再给你汇。这句最 perfect 了。我爸呢？哎，他也够忙的了，好几天没看到他回家。哦，外婆还好吧？今天是他的生日，记得给他买礼物。生日？哎呦，瞧我忙的，连这事儿都给忘了。我平时忙，陪妈少，他过生日说什么我都得回去啊。你怎么孝敬你妈？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但我不可能不为儿子的将来考虑。哎，要不这样，明天你回去陪你妈，我陪刘然一家泡温泉。哎，你说什么呢你？你一人去，像什么话呀？哼！好，待会儿呀，我就跟你爸去个电话，明天我们就去看看你外婆。春节如果不忙的话，我就和你爸爸飞过来看你。你自己在外面多多保重。啊！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楠楠，你还有什么要跟妈妈说的吗？没有了，就这样吧，拜拜。啊，好，拜拜。喂，志明啊，今天咱妈过生日，你能早点回来吗？我今天得陪个大客户，可能有点悬。这样吧，你帮我给妈买份礼物，我买单。小姐，你把这条拿给我看看。这条是吧？哎，嗯，稍微垫一下。来看一下，婆婆。哎，哎呀，婆婆，你
别忙活了，一会儿我来吧。哎，来来来，婆婆，你猜我给你带什么东西回来了？什么东西呀？你看，婆婆，今天是你的生日，但是我没什么钱，也不知道给你买什么礼物，所以就专门给你买了束花，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哎呀，小安，你真有心呐。喂，哦，侯局长啊，什么？总工会领导要到敬老院献爱心？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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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过来。好的，好的，好的。哎，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师傅，前面右转。去那个粉饰国际了。算了，不去了，临时有急事。小慧，啊，小慧，哎呦！你太狠了吧你！老公，疼吗？没事，没事。婆婆，要不我先给德叔和慧姨打个电话，问问看他们什么时候来。来了，来了。嗯，你好，请问哪位是钟淑仪？你是？啊，嗯，这是他儿子郑玉德在我们店里给他订的蛋糕和鲜花，祝他生日快乐，永远健康。行，那你给我吧。哎，好。婆婆，没事儿，这人没到，礼到啊，一样的。小爱，不等了，咱们先吃。婆婆，要不我们还是再等等吧。如果有心啊，早就来了。哎，来了。我去，慢点，慢点。婆婆，你还是等着吧，我去开门。来了。哎，你好，请问是钟淑仪女士家吗？是，请问你是？我是金康珠宝城的，我受郑玉慧女士的委托，将她精心挑选的深海珍珠项链送给她母亲，祝她生辰快乐，幸福永远，来这给你。谢谢啊，不客气。婆婆，你看，慧姨给你买礼物了，走，我们来看看。来，慢点啊。哇，好漂亮啊！珍珠项链。
早上接了一个电话，让我陪总务会的汪主席、民政局的侯局长到敬老院献爱心，转了一大圈，完了一块吃了顿饭，结果呢，妈那也没去成。还真是谁重要陪谁呀、啊？看来你妈比我重要。这工作呢，比你妈还重要。行了，你就闭嘴吧。坐了大半天了，我们回去吧。来，慢点。哪里好了，请您上一清楚。小慧，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自以前，我们二十多年的感情可就没了。酱油买成醋了呢，婆婆，你最近怎么老是忘这个忘那个的呀？老了，老了。婆婆，你编这么多这个，干嘛呀？玉德跟小慧啊，从小就喜欢玩这个。婆婆，德叔跟慧姨他们都这岁数了，不会还喜欢玩这个吧？婆婆，你这个编的真好看。请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五袋苹果？是苹果五 S 吗？哦，对对对，有。姑娘，多少钱呢？这个5288。5000多。对。
奶奶，你怎么一个人来了？奶奶想你了，我就跑来看你了。哎呦，满头大汗的，累不累啊？不累不累。你看，都瘦了，是不是学习很紧张？学校的食堂伙食肯定不好。你要想吃什么好的，跟奶奶说，奶奶给你做啊。好。哎，苹果手机。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五袋的苹果手机吗？我早就想要了，我妈一直没给我买。奶奶，还是你对我最好。哎呀，唐乐，你好好学习啊，乖乖的，奶奶什么都舍得给你买。谢谢奶奶。奶奶，我要去上课了。把这带着，给同学一块吃啊。奶奶，你早点回去。你想见郎朗，你跟我说为什么，我送你去呀。妈，你怎么连咱家的地址都忘了？我想回老屋。去休息吧。好。哎，小慧，妈从老屋搬出来多长时间了？差不多6年了吧。要不什么时候抽个时间陪妈回去看看？再说吧。行了，差不多了，我走了，你也早点回家休息啊。家。哎，对了，小花啊，楠楠知道你们离婚的事儿吗？哎呀，你们这婚呢，离的是太快了。哥，他和那个女人，这不是一天两天了。有时候想想啊，我也觉得自个儿挺悲哀的。你说我时时处处争强好胜，做个女强人，强有用吗？强，强得连自个儿的老公都留不住。Thank you.
上哪儿去啊？妈，不是我愿意离婚，是小慧坚持这么做。妈知道，小慧啊，从小性格就要强。男人嘛，在生意场上，有些工作应酬、逢场作戏，这是难免的。只是小慧太认真，太计较，她容不下我。你的那些事儿，妈不懂。可我知道，20年了，你们把楠楠供养大了，又送出国去留学，多不容易啊！楠楠要知道你们分开了，她会多伤心呢。妈的意思是啊。你去给小慧说句软话，你们还是一家人嘛，啊！老公，合同手续啊都办好了。瞎搅些什么？婚都离了，还想来分财产吗？志明。这就是你说的逢场作戏。我们在一起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是逢场作戏吗？是感情。事儿刚才跑出去了，好像是张秘书。妈，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闹得人仰马翻的。我没跟刘志明吵，我也没和他闹。分财产的时候，我都没和他计较。我就是想把这事儿快点翻过去，不想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话题。现在人尽皆知，我跟刘志明离婚，是因为他在外面有了小情人，他把我给甩了。我那么要强，妈，你这么一闹，你搞得我一点面子都没有。以后我的事儿啊，我自己会处理好，你也别操心了。爸都走了这么多年了，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们不放心。妈，你就跟我们一起进城吧。妈，去了城里，你可以跟我们一块儿住。你要是想清静啊，我给你买套房子，你只管享清福好了。再好啊，也没有老吴好。妈，我们知道，这老吴
你住了几十年，舍不下。但是一个人住这儿，我们就得常年累月的两头跑。倒不如啊，你搬来跟我们一起住，我们也好照顾你。妈，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随时都可以陪你回来嘛。妖姬，妖姬，哎呀，别说话了你。哎呀，你怎么打？真是的，七条。哎呀，怎么打这个？哎呀，这个不要下轿，这个不能下轿的嘛。怎么看了别人的六就跟别人说？哎呀，我没看你的牌。不是妖姬就是。哎，真是的，你真是。要啥？教头，杠！哎，怎么又杠了？运气咋这么好啊？撞大运啊，梅姐。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想啥来啥呀。哎呀，六同清一色，杠上花。梅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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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今天晚上你想吃点什么呀？要回家给你做，就煮点红薯稀饭吧。嗯，好。啊，你来泡菜啊。啊，行。你看，哎，老梅姐怎么了？正倒着牌呢，突然就倒地了，可能是脑溢血。哎，可怜了，孩子们又不在他身边。这怎么弄啊？谁来照顾他？李秘书啊，这样吧，你先找王总签个字，然后，哦，等一下，我这儿先接个电话，回头我给你打过来啊。刘总啊，是吗？太好了，今天晚上银杏酒楼我请客。这个敬老爱老，那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婆婆，嗯。关爱老人，你们快看，德叔上电视了。特别是关爱红潮老人，那就是我们社会的责任。老人们的今天，那就是我们的明天。关心他们，也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未来。在这里呢，我就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让每一个老人都能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从报告上看，病人嗜睡、健忘、情绪不稳定，
是早期的阿兹海默症综合症。那是什么病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年痴呆。我妈怎么会得这种病啊？这种病一般多发生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病因有很多种，大部分是家族遗传，环境诱因也有。像许多性格内向、离群索居的老年人，往往容易患上。病人短期记忆力受损，常常刚做过的事情他就不记得，反而那些越早发生的事情他记得越清楚。哦，难怪我妈最近的举动这么反常。大夫，嗯，那能治好吗？这种病主要是依靠药物治疗，但康复理疗也很重要。如果你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我建议你们找一家比较好的康复中心，以便以后的恢复。妈，我和我嫂子啊，在厨房给你做好吃的。什么好吃的呀？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奶奶，你拍照再放松一点嘛，奶奶。好，笑笑笑笑笑一个，笑一个，哎，笑好美。来，一个耶耶耶！哎哎，好。你快看，这张拍的多好呀！你看你笑得好可爱。哎呀，好清楚啊。嗯，难怪那么贵。你这小子，找奶奶买这么贵的手机还没跟你算账呢。你打他。哎呦妈，你下手太狠了吧。嫂子，对，把糖给我。好的。小花少放点糖。没事儿，咱妈就爱吃甜的。偶尔放一次啊，随他吧。糖多了对身体不好。好了，我都快摘好了。哎，慧姨、华姨，我跟你讲，你们这一来呀，婆婆的精气神儿可十足的呢。如果以后家里面能够经常这么热闹的话，我相信婆婆的病肯定会很快就好起来的。妈，前段时间因为我的事啊，让您操心了。这杯酒，我敬你。妈，我也是，只顾着工作，连您的生日都没回来陪您。这杯酒，我干了。哦，没事的，没事的。我又不生气，大家回来就好。小慧，啊，志明怎么没有跟你一块儿回来呀？啊，来来来，嗯，大家吃菜啊。哎，吃菜吃菜。妈，这是您最爱吃的糖醋鱼。哦，鱼。鱼，楠楠，哎，吃鱼啊！楠楠，我是朗朗。楠楠，你怎么了？请到这里来。这里呢，每天都有专业的护理员为老人提供一对一的服务。您看，这里电视、空调、冰箱都已经配备好了，房间有独立的卫生间。请跟我来。您看，走廊里都安装好了扶手，便于老人行走。在走廊的两头都安装好了摄像头，可以为老人的公共区域提供一个监控服务。请到这里来。
你看这里房间非常的整洁，我们的护理员呢给老人提供了这些基础护理，而且呢我们每天都有营养师为老人提供科学的膳食，你们老人住在这里啊完全不用担心，您还满意吧？还行，要不我们再看一看。好，请给我来。谢谢。钟伯伯，您看，天都黑了，您不回家呀？您这是？本来呢，这是你们的家事，我不应该插手。但是我琢磨着，这件事情跟我的工作或多或少有些关系。主任，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今天我把你们都叫回来，是有一样东西让你们看。小爱，小主任，打开看看吧。妈居然还留着这个。小的时候，有天晚上我发高烧，妈背着我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到了乡卫生院给我打针退烧，第二天又背着我回来参加期末考试。初中体育比赛，家里买不起运动鞋，妈妈白天要在地里干活，她只好一连熬了一个星期的通宵给人编斗笠，才换来了这双运动鞋。现在想起来，妈妈当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哥，小的时候没有钱买作业本，妈就到处捡来一个又一个的香烟盒，她把它装订起来。我爸死得早，那些年更苦了我妈了。是啊，他省吃俭用的把你们拉扯大，供你们上大学。如今你们长大了，成家立业了，他却老了，病了。
母爱是什么呢？有人说，母爱是一首散发着墨香的诗。有人说，母爱是一把遮风避雨的伞。有人说，母爱是一碗热气腾腾的汤。我说，母爱就是我手上这本用纸烟盒钉成的作业本呐。这回到老屋，你那心里踏实了吧？来，热水来了。来，洗脚了吗？哎，慢点，你看，嗯，很好。妈，嗯，等到明年啊，咱就在这老屋给你过生日。楠楠也回来，还要给你带礼物呢。楠楠啊，真的呀？嗯。哦，楠楠。哎呦，妈，瞧你高兴的啊！现在我才明白，妈为什么老想回老屋。老屋是我们出生长大的地方，也是跟妈一起最多的时光。妈怀念的不是这老屋，她怀念的是和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哎，
小慧，你公司的事情，你真的就放心交给你的副总去打理啊？哥，事业再重要，也比不过家人。我已经失去丈夫了，我再不想失去妈。什么都好了，什么都好就好，孩子们孝顺就好。哎，钟老妹儿呢？哎，这儿呢，这儿呢。好久不见了，哎呀，钟伯伯好啊。那现在人也到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吧。大家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亲爱的老年朋友们，大家节日好！为了欢度重阳，咱们社区举办了这次感恩重阳节与妈妈共舞的欢乐活动。我们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们都能够开心快乐每一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舞动起来，音乐起。咱们歇会儿，不是。哎，今天人齐了，我提议咱们来个全家福。妈，照全家福。哦，好，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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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夏有秋